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我知道啊，你们在叫什么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国府国小的教务主任，我姓刘啊，但是我不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是刚开始前面整队的主持人。今天小朋友，全乡的小朋友，还有国中的啊学生都来到活动中心，然后我们四周围还有很多的家长、师长还有来宾，啊，我们都挤在这个地方，这空间非常小，所以待会要小朋友配合几件事情。好，第一个，好，注意，练习一下，注意，那边。注意，还有声音，我左手边听到有声音。好，看这里，待会三点活动一开始之后，会接着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这边要请小朋友还有各位来宾配合一下，你现在如果还要上厕所的，麻烦从后门，然后往右边右走到我们的宿舍，现在可以赶快去上洗手间。我们希望在活动开始之后，不要有人员再进进出出。这第一件事情啊，小朋友们听到？现在有没有要上厕所的？你等下站起来要上厕所，那我就先到前面来这边了。好，第二件事情。你知道我们都做得满满的啊，从一年级在最前面，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国中在最后面，所以待会有表演活动，或是我们今天的来宾任贤齐来表演的时候，不要有小朋友站起来，知道吗？你们现在就坐在位置上就好了。你如果要看，你抬头看一下就好了。你不要站起来，因为你站起来会打到后面。你一站起来，后面的也站起来，就全部都站起来。第二件事情啊，好，第三件事情，我们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活动，但是高兴可不可以随随便便？高兴不是随随便便啊，待会。我们全队的校长都坐在这边，老师、家长都坐在两边。我们希望看到小朋友高高兴兴的表情、高高兴兴的动作。可是我们要看到，不要看到来个国小很吵，然后跑来跑去、跑来跑去。待会你看到假设如果是我小怎么那么吵啊？如果国小是很丢脸，知道吗？要随便。好，三件事情啊，我再重复一遍。第一件，要上厕所的赶快去，待会开始之后不给你上厕所。第二个，可不可以站起来？不可以啊，你一站起来就打到后面。第三件事情，可以很高兴，但是不要很乱。很乱的，真的是有排斥。好，来一个国小，来一个国小，你们今天就很丢脸。好，最后补充，也请我们的老师坐在旁边，稍微看一下小朋友的秩序，还有小朋友的状况啊。也许小朋友太兴奋，都昏倒也不一定啊。好，小朋友帮我们注意看，如果有人太高兴，太高兴哇，看到那个心情哇，好高兴，他心脏病发作，昏倒，你赶快举手，知道吗？然后举手告诉老师，刘小新有状况，我把他赶快急救。那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啊。好，时间还有五分钟，我们静态片刻，五分钟的时间慢慢的等待。在之前有我们乐西乡的各个舞蹈的表演，之后才是我们今天的。